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市真的有机会再现蓝天吗？根据一份由民间委托学术单位成大所做的民调显示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选情逆转胜，以 1% 险胜对手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。对此，陈其迈阵营立刻反击说这是吹牛民调。不过韩国瑜表示成大是南台湾的学术重镇，他的民调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与公正性，因此这个民调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真实性。不过韩国瑜也强调各家民调高高低低，看得眼花缭乱，未来不同目的的假民调肯定还很多，他会一笑置之，因为自己勤走基层，高雄乡亲确实渴望改变。另外，近来民进党政府从上到下不断喊出大陆假新闻，企图扰乱国内情势，要大家别被假新闻误导。对选前民进党企图在打反路牌，韩国瑜无奈地说民进党真的很傻。他表示过去民进党操作两岸议题，激起台湾人民的危机感，尝到甜头，但如今大环境经济萧条，民进党再次操作此议题，一方面营造遭到大陆打压的弱势形象，二方面抹黑对手。他举侯友宜为例，他痛批民进党这种人格抹黑谋杀的手段真的错了，而且大错特错，因为老百姓真的已经受不了了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忙于选战之余北上接受广播访问，记者徐宇威摄影分享。